大家有冇发现，哥哥无论做乜嘢都系咁认真，武术表演也好，吹剧也好，甚至系将传统嘅戏曲重新演绎，佢都系咁一丝不苟。我哋唔会见到佢随随便便做一件事，我谂呢个就系佢成功嘅原因。俾啲音乐我啊，唔该你，音乐先啊，要佢拍掌啊，跟我一齐跳啊，边个跳舞叻噶？咁啊！佳丽们日夜排练节目，今夜齐运用才艺，你我发挥演技，能尽量投入喜剧。歌唱好，音韵准，风格创新，显舞姿，体态优美，充满魅力，齐尽力。哇！情人穿着谜题是傻梦，完全令我失望。受创，千爱换来一巴掌。偷偷看，偷偷望，睇带泪，带泪暗悲伤。我半带惊惶，怕负那色远风杯，不甘心。心盼望能和同合作，鸳鸯侣相偎傍，全台尚在设新房，地府阴司里在明啊，平啊阳门开。我咧今晚咧就系好开心，用一个好兴奋嘅心情嚟迎接白金瑶宝娘。咁因为宝娘咧对我嚟讲已经系老朋友嚟噶啦，我已经参加过我谂三四次到啦。咁啊，所以咧佢哋啲老细人马一话啊，张国荣你嚟参加白金瑶宝娘好唔好咧？咁我梗能唔能够拒绝再玩嘅系嘛？你忧郁不向冷的天，撞落每点小雨点，张威口似救生圈，实验雨的酸与甜。卷起心爱的香烟，弄着脚底的圈钱，走进雨心碎心碎，敲起乌烟一片。哦，无心睡眠。哦，老交战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。也是心着前事，全挥不去。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，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。哥哥曾经讲过，他很渴望被爱，一句关心，一句鼓励，他都会好记得。比起很多人，哥哥更加愿意去分享爱，特别愿意去帮助人。当年不少的慈善演出都有他的身影的。求神，诚心礼佛来求灵神，同小姐你三生有幸，同小姐你成为情人，好心娇子你什么可及你。因为感情丰富，哥哥唱的歌演的戏很容易就会感动到人，但偏偏他这种真诚的性格亦令他很容易多愁善感。然而正因为他这份真挚，令他在演艺圈里面收获了很多好朋友。其实私底下呢，
我同哥哥都係朋友嚟。哥哥俾我感覺就係會對佢嘅對手咧好輕鬆，唔會俾壓力佢咯。佢係一個完全冇架子、好温柔嘅人，會關心體貼身邊嘅人，對人好好。沒什麼可靠你，但求憑這。你覺得贏得公唔公道先？我覺得我已經，我哋兩個已經有少慚愧咯。打住張曼玉要贏7-4砸，諗住攞佢蛋。哥哥同 Maggie、張曼玉、梁家輝一起打羽毛球，呢個經典場面真係無法複製啊！同一班好朋友一起玩，睇得出哥哥係好投入、好開心，笑容好燦爛。